好累。Please subscribe to 宝宝乐悠悠。我们坐完船回来了啦，米夫桑。现在路上停下。那个位置，那边呢是搬那过来的。你这个位置呢，像放下去呢是一个峡谷。说那个路呢是给那个群山环绕的。你看它的那条路哦，周围都是一个山来的。我觉得这个位置好像有比较没有烧米。那个有巡河的吗？它的崖没有这样高啦。反正你在这边你感觉到，哇，那个崖真的是高。这个崖更高一点是。照片拍不出来的，回去看不到了吗？哎呦，不是第一点。你想。真的很矿工变大模哟，没有，就是它里面没有讲啊，像那种火滑滑不会没用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啦，好像去采矿这样啊，好像一包好了是这样，好像就钱花的。中国好像有一个机器挖隧道，整个山都宽一下哦，世界真的是很大，我们很渺小。我倒是喜欢刘伯伯，我个人觉得啊，我最喜欢的国家依然是日本。刚才给你看到他。鸡牙、啊、你现在你要看都是看不到的。Sound of nature。回去可以。我们怎么在这里看到鸡牙、啊、不过我们还没有躺在马路上拍照哦。我们又回到了这里。看小瀑布的水很蓝哦。下面是蓝色，那个是冰川水，那里真的很多那个蚊子。Sandfly， 这条是 Christy Falls 哦，小瀑布。哦，这个瀑布也是有喷到你，这个水很清澈哦。这个人刚才是穿了一件薄薄下去冷到，然后换来有咯，又下车了 ，Mirror Lake。这样小个湖罢了，我就很迷了一下啦。哦，我那个没身体是什么咯？来来喽！你看他真的是倒反。我那里有解压的。这里出产解压的哦。如果讲那个下面的树干已经走在这里，好了，草原干了喽。好了，刚打完球最便宜有提安哦，拜拜，提安哦。跟提安佬擦肩而过罢了。On the way back to the town。哇，早上加到甜蜜了。哇，这样今天的是我的腰断了。这样我帮你捶一捶呗。用力了。加辣椒。明天。不用加，不用加什么。Queen Town。嗯。我们 party 好了。嗯。那灯光很美，很灯光。个人生命，照。
不是打包回去吃吗？啊，打包回去吃啊。哦，那这也是。要吧。你喜欢哦。你是认第一餐 KFC。KFC， 第一餐 KFC。我比小鸡腿。小鸡腿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今天驾了一整天的车，我们到来 Queenstown 天津黑了。对啊，还来得及走一走，吃一点东西，这样吗？因为蛮 happy 的印象。现在七点半了。这个新的新的整个，现在有大哥的。不是金哥啊，对吧？那些粉包哥是不要大哥吧？一样吗？很脆。我们的不脆咩？比我们这边脆。哦，好吃吗？里面的味道一样吗？还是有点不同？好吃。嗯。